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，大家好，今天要介绍这款手游呢，要试玩的手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甲子园。少年时代的时候，你有打过棒球吗？好吧，今天我们就来试试看这款手游在玩什么吧，开始咯。那这画面还不错，蛮有趣的，就像一个漫画风格，有点像是一个卡通的剧情的感觉。是有部叫做什么大联盟那个，还蛮好看的。那个主角叫什么？吴朗，超帅，超强。他用这个强到爆的剧情。欸，等一下，怎么慢 ？Hello， 弟。我开 WiFi， 我先把 WiFi 关掉好了。等一下，我把 WiFi 关掉。我觉得 WiFi 可能有点慢，直接用手机就好了。好 ，OK， 连续失败没关系。哦，做这么正的经理倩，好，请多指教。Yoroshiku啊，是谁？这主角看起来就是一个狂妄的人，光头和尚。哦，这看起来就是有点像是暴走族。培育的角色，哦，这看起来比较想培育这一个，哎，不太想培育主角校花，哎。好吧，我们今天试看校花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就用校花来试试看吧。野手、投手，野手就是安打，投手玩投手好了。茂野吾郎，登录，按我已经按了吧？按了登录了吗？下面是柴犬在跑，现在怎样？登录还在 loading。OK， 进来了，就交给你教我了吧。好，我们试一个漫天的梦想，什么梦想？我想要打棒球的契机。等一下，我把萤幕调暗一点点，不好意思哦。好，继续。高中就这样朝着甲子园前进吧，不断的练习和伙伴同心协力，然后朝着荣耀的项点比什么东西啊？比赛。好啦，好啦，直接开始好不好？比赛，好，我们直接看他干嘛，搞成恐怖片一样。比赛，上面有只柴犬在跳，好，开始哦。啊？什么？又要下载吗？日本游戏好像都这样，就是先骗你载下来以后，你要开 WiFi 才能载的，对。Oh good， 那要载多久啊？好，各位看到了，这款游戏目前呢？它需要花点时间下载的，下面是下载速度。我现在是用 4G 啊，它写使用 3G，4G 应该快很多吧？我看看努力在跑步 ，10%。它要跑多久呢？加油！我在努力的跑步中。19%。天啊，要跑多久啊？大家看到这边可以快转。好久啊，这容量也太大了吧？刚刚下载算蛮快的，没有这么久。给你们看一下他在干嘛？哎，跪一下跤吧。哦，他长这样子。这是我们现在选的主角，因为男主角看起来有点太狂妄了，所以我们选一个看起来比较柔一点的角色测试一下。因为通常不知道他有没有分男生女生的战斗力之类的，如果没有分的话，就是没有什么差。如果有分什么男生的话，比如说男生攻击力比较强啊，或者比较暴力之类的，女生可能就是比较温柔一点，可能就命中率比较高吧，我也不知道，等一下玩看就知道了。目前呢，我们来看到是用 4G 的速度，它下载要载大概我看可能要3分钟哦，3到4分钟的时间，它正在努力的在下载中，现在载47、48、19，好，看到这边的朋友们，你们可以用快转的方式，像我的话呢，现在还要等待它载好。这款游戏容量应该蛮大的，因为刚刚看。App 下载之后不知道几 mega， 没有仔细看。总之呢，现在就要看他跑多久。欸，他好像跑比较前面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载到100%的时候，应该跑超过这萤幕吧？他现在是由左往右跑。好，我先放着他慢慢跑好了。
看他跑多久。6:28，加油啊，慢慢跑啊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大家有看过那个棒球大联盟吗？就是有个叫茂野吾郎，我觉得他这部蛮，就是那部卡通很有趣，就是他是从主角是从国小的时候，他爸爸好像不小心挂了，然后就一直演，就是主角演到从大学还生小孩，现在的剧情应该已经现在已经没看了，反正现在剧情已经生小孩了，最近第二代就出来了，然后就是跟一个叫什么辛普森还是什么的，忘记他名字了，三浦森啊什么森的，反正就是他们就一直在 PK， 然后二代在打来打去的。哦，终于快好了，现在93哦，加油啊！你看没有，他距离越来越近了，越来越接近那个旁边了。这款是一个直视的游戏，大家看想必也看得出。哦，终于跑完了哦，好久，超级无敌久。你开始吗？好，跑过去了。哇，天哪，好久！喜不喜欢美心啊？喜欢。有提议啊，太慢了，真是！居然今天练习死的。等等，你的膝盖擦伤好了吗？什么都擦伤了，太好了，害我担心一下。什么是练习吧？哦，一对一吗？来啊，练习一下啊，练习。应该不会痛吗？为什么？啊，大富翁，是大富翁，是什么鬼？是大富翁游戏，我有点傻眼哎，为什么是大富翁游戏？跟想象完全不一样哎，然后呢？能力上升，手背强化，什么鬼啦？加37，什么游戏啊？这我现在有点纳闷，这是什么游戏？怎么变大富翁了？因为我没有仔细看这款游戏在介绍什么。可是它画面开头跟我想象不太一样。点击加钱，然后呢？好，是你会不会意外这么好玩哦？反正现在就是投骰子。然后呢？3，天哪，是在玩什么？是一直在骰这个吗？还有两回合，按卡片，然后呢？哦，他就一定会点3的那个骰子，使用，知道了，1、2、3，然后呢？这是一个大富翁棒球吗？是蛮特别的啊。是好玩吗？跟我想象不一样啊！它前面的封面风格跟这个好像有点差异蛮大的。啊，棒球射钥匙圈，所以它这到底有没有类似就是真正的打击 PK 模式啊？这是棒球游戏还是大富翁啊？手背强化啊，看不出来你这锻炼到什么鬼东西。我看到他就在跳格子啊，然后嘞，练习完了，好，练习完了，希望等一下有正。等一下，该不会都一直是这样吧？啊，总之现在练习成功了。然后呢？啊，等级上升了！我不是玩一场大富翁，等级就上升了。我好像没干什么哎。养成游戏吗 ？Oh my god， 这画面太多了吧？哇，这要介绍多久啊？古董店要干嘛？没见过，我也没见过你哎，阿妈。养戏。哦，好麻烦哦，好像很复杂游戏哦。啊，交换，我也不知道换什么鬼东西。来，送给你，妈妈吓到了吗？啊，换那个抽奖券，什么鬼啊？好，要抽什么？快点！什么鬼剧情啊？好，摇机，摇奖机。我靠，这些奖品是不是太夸张了一点？长得有点夸张哎。它龙欸，是七龙珠的龙吗？七龙珠的龙被拿来用了。哦吼吼吼，摇奖机，好，来摇。喂，有可以转欸，赢的最好可以金色吧。套全力挥棒，哦，谢谢你哦。可以再摇是不是？可以摇几次？啊，一次只能五个人摇一次。哇，好复杂游戏哦。还要换装备，又要去摇摇的，又要换东西，又要换券，什么鬼的？啊！入色姓名，
好，入色，看入色要干嘛？确认，然后呢？要干嘛呢？好复杂啊，到底怎么打仗？啊，按什么？按什么？建议的高中，然后呢？房是不是按了、啊？先主要看他到底要玩什么模式。运动场，声援。哦，真的这次打是不是？那前面的大波怎么回事？哦，真的有哎、欸，啊，自动打，什么鬼？这是自动打？哎、欸，我真的是我按的吗？不是我按的哎、欸，我没有按哎、欸，什么鬼啦？自己打哎、欸，这就是养成后让他自己打是不是？这什么状况？而且我的角色到哪去了？看不太懂。声援，然后呢？这完全就是一直按键的游戏。啊，什么鬼？爱的呼唤吗？还是爱的深情呼唤？然后换我出啊！希望我可以操作技能，全力挥棒。啊，漏等，很复杂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多啊？好，发动，全力挥棒吧。这平常都没有全力挥棒。好，开始，是我自己操作吗？什么歌啊？三胜。哎、欸，我在这里耶，就这样。好复杂的游戏哦，看不懂在干嘛。换我们攻击。哇，什么鬼啊！就是我完全没有按按键，他就自己在那边打来打去的，然后比赛就结束了。这款游戏对我来讲是不是我喜欢的风格啊？我想说可以真正的去操作它。它这款应该算是养成游戏啊。如果你喜欢玩棒球养成游戏，养成游戏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再来玩了。如果你不喜欢棒球养成游戏呢，我建议可以玩别款，因为它按键就很多，一直按，烦哦，复杂啊。其实我比较讨厌玩那种复杂养成游戏，因为这个要花非常多时间，你的人物才会变非常的强。当然，如果你对这很有兴趣，你可以再来玩，反正它可以让你好好的去养成你想要养成的棒球选手。哇，好复杂！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按什么键了，已经13分钟了。我现在已经录了13分钟，现在我出声，我也不知道要玩什么鬼东西。对我自己来讲，哦，我要按什么啊？我要按错键吗？我是什么牛棚投球机？看到干嘛？它好像会很多不同的模组，模组是说什么？然后呢？练习。跟他一起练习是吗？但没空玩。好烦的监督哦，真的很讨厌。又是这个，大风又开始了。看来我可能没有耐心玩了。咻摸球啊，加15，刚没按到最好的。好像就要投最高的一个啊，又没按到。加31。好，我投完这局，看它有什么变化性的游戏。又知道这个，等一下跟那个古董阿嬤换券是不是？不然拿到钥匙先去跟那个古董阿嬤换券就对了。他要给你5张券，你就可以去摇摇机了。哦，好，这次一定要按全满啊，全满呐、啊，是不是？要按全满是可以的嘛？如果是这样子按全满，然后可以投球或打棒球，不是很好吗？好，这款就是一个日本风的养成棒球游戏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模式呢，我一样会在下面附上连结。
然后我自己是不太喜欢这种游戏啦，然后喜欢的话，喜欢玩的朋友们就去载吧，然后希望你们玩的愉快啦。我还是试着比较玩打打杀杀游戏。好，那今天这款棒球游戏呢，就介绍到这里了。名字跟那个连结我都会附在下面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呢，请按个喜欢。然后如果想要锁定我一直抛一些新的游戏的试玩的话呢，你就按个订阅。谢谢你们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